淘汰多人被系统制裁是什么体验？这次一把非常魔幻的对决，火速做成视频分享给大家。落地拿到四级迷你，右边还有人，不管了，直接拿走。当时我就想，旁边也许是个甲壳虫，等会儿直接拿它升到五级就很舒服。但是我错了，我心软了。当我看到这么可爱的小虫虫的时候，真的不好意思下手啊，兄弟们。行吧，主要是这四级迷你还不一定打得过甲壳虫呢。死鬼！我就全当做好事了。前面还有车包，这个甲壳虫要是跟我抢车包的话，我可不愿意。八级北极星，你们觉得这是天王开局吗？我感觉差不多。不是，这个甲壳虫咋还跟着我呢？看看他还在不在。如果在的话，直接蹦了，上个九级就很舒服。你是什么情况呀？一直跟着我，直接给他蹦了。北极星虽然拉。